生命的事。这个盛会跟大家见面，今天下很大的雨，但是有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，辛苦大家了。我在5月25号的时候呢，发行了最新的音乐作品，大家有听吗？喜欢吗？谢谢。我有看到很多朋友对这张专辑的支持，大家的热情，大家的支持我都感受到。在这里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。那今天呢？我也特意的带了一首歌，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首唱的算是小福利送给上海接下来
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《存在感》。